五年前上映的迪士尼 3D 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冰雪奇缘二季》《冰雪奇缘》之后又将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根据最近的消息， Alison Schroeder 隐藏人物克里斯托弗·罗宾加盟《冰雪奇缘二》任编剧，协助主要编剧。两个月前被任命为新任迪士尼动画部门首席创意官的詹妮弗里创作剧本，克里斯汀·贝尔继续配音安娜，伊迪娜·门泽尔继续配艾尔莎，乔什·盖德配 Olaf， 埃文·雷切尔·伍德和斯特林 K 布朗商谈加盟。导演詹妮弗里克里斯巴克，词曲家 Robert Lopez、 Kristen Anderson Lopez 都回归。本片预计北美2019年11月27日上映。